欢迎 Intuan 来到我们的舞台，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Intuan 张多，我是 Intuan 李婉，我是 Intuan 米卡，我是 Intuan 高清晨，我是 Intuan 李默，我是 Intuan 博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uan。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我们的元宇宙之夜，不知道各位走了今天的红毯跟以前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这一次红毯让我们觉得有点分不清现实和梦幻的感觉，对吧？而且刚刚我们走红毯的时候，每个人还拿了一个放大镜，感觉我们 Intuan 是要来到元宇宙里面探索啊挖宝的感觉，非常的奇妙。对，然后我也感觉这次的红毯就是整个充满了很多的科技的元素，然后也是我走过最特别的一次红毯。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，与 Intuan 相关的百度热门搜索问题当中，关于 Intuan's Wonderland 的热搜真的很多。我们知道 Intuan's Wonderland 分别为海陆空宇宙四个阶段，那接下来呢，大家要进入到宇宙阶段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其实我们到了 Intuan 最后的宇宙阶段，我们在准备我们的新专辑。除了新专辑呢，我们也积极的在为能够跟大家见面的演唱会做准备。对的，请大家要多多期待。嗯，期待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热搜词条，那就是 Intuan 腹肌。在这里呢，我就替粉丝朋友们悄悄的问问各位，在你们团队里面谁是腹肌担当？李默吧。对呀，腹肌的话李默吧。是真实的对吗？应该是真实的吧。他平常就很瘦，整个人平时偷偷有在加练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平时健身对什么对好的，在这里跟大家开了个玩笑。那在这里呢，接下来要考验各位的时候到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了元宇宙之夜，必须要为大家准备一个超能力的挑战。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啊，它是基于 AIGC 作画能力的支持，将会生成几张与成员名字相关的画作，然后根据画的内容呢，大家来猜测一下是哪位成员的名字，要至少说出五位成员的名字才算挑战成功。挑战成功的话呢，就可以为我们的粉丝赢取好运中国年8888张的专属好运卡，有没有信心？好的，有信心。各位准备321开始。第一张图，这个是什么什么路吧？哦，米卡，米卡为什么是米卡？因为他种田种了米，然后那个路是卡车过去的，所以是米卡。不对哟，赞多、立丸、米卡、高清晨、林墨、张家元，大家快看那条路，它是不是又长又宽？博远，博远。博远，没错，就是博远。是我自己吗？恭喜答对。好，来下一张，我们继续还在继续啊。三个字，宁浩宇，不是，这个羽毛是在第二张，羽毛它是不是轻如鸿毛？高清晨，高清晨，是高清晨，是高清晨，米卡 ，I love you， 来下一张。立丸，恭喜答对，下一张。李默，黑色的是墨。恭喜答对，下一张。米卡，米饭的卡。没错，下一张。赞多，你看，赞多，一个赞，赞多，赞多，交到了。太厉害了，各位的回答简直是行云流水，很不错，恭喜大家。猜对了6个，非常棒啊，大满贯！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我们这个 AI 的图画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玩哈。对，最近网上也很火这个 AI 作画，是的，所以玩起来也蛮新鲜的。我们这些画作呢，都是由百度推出的 AI 艺术和创意辅助平台文心一格生成的，输入自己对画作的描述，就可以快速的生成一幅画了。那在这里也感谢 Intuan 为我们的粉丝争取到了好运福利，大家记得非常简单，只要您点击直播间的右上角挂件即可领取我们的福利。那在这里呢，快新年了，邀请到各位，也想请大家跟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送上你们的祝福。祝大家新年新气象，平安快乐，兔年开心，大展宏图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赚大件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，年年有余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吉大利，
步步高升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来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承载着林默的祝福，那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好的，收下这满满当当的祝福啊。那非常感谢 Into One， 那大家也可以稍作休息，我们一会儿舞台再见。好了，来一会儿见，再见，来。